来来来，我们报一个吧。啊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宇哥。出了个笑话，虽然我长这么大哈，坐了很多次高铁，但是也从来没有带过榴莲上高铁。也是通过刚才看到评论区有网友说，这个榴莲是不可以上高铁的。当时我感到很意外，很惊喜，所以说我就查了一下，确实榴莲也不可以上高铁，因为榴莲它比较香嘛啊，然后就是说不可以上高铁。我就跟阿平商量，我说，不能带的话就跟阿平吃了啊，到时候再买。阿平说他也吃不了这么多，让我寄过去。然后刚才跟那个快递小哥打了电话，快递小哥等一下就过来，你看通过快递给咱们寄过去，这榴莲还是蛮香的。刚才那个快递小哥过来了，过来说这个榴莲不能走空运，他跟我说，他说要走那个就是路线，就是土路，然后就是大概要两三天。我当时选的时候哈，就是今天可以吃的，就是比较熟的，不然的话这两三天的话就到时候就不新鲜了。所以说这个我想了一下，阿平啊，还是你带给老妈吃，给靓姨吃，呵呵，好不好？那只有这样子啊，是吧？到时候我去厦门再买，再重新买。好，那过去那边再买吧。对。那我代表我的家人谢谢你咯。咦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我又蹭了两个榴莲吃。对啊，那个靓姨啊，他们这边叫靓姨啊，靓姨对我蛮好的啊。这个也不能带。不能带就拿出来，哦，对，没办法的。还好是粉丝朋友们提醒你了，对呀，啊，当时我们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啊，是吧？坐了这么久的动车、高铁都没有带过榴莲，还好那个粉丝朋友们给我提了个醒，要不然的话，到时候真的很麻烦。对呀，啊，去到那里的话不能上车，那真的不知道要放哪里了，是吧？啊，因为送你进去门口那里我又不能进去的。对呀，啊，但是你过检的时候如果万一发现这个不能带的话，那你要在那里吃掉。是啊，我看了我在那边查了一下，好多人也是这样的，要安检的时候过不去，就在那边嘎一个人吃。是的。那好吧，你快点收拾一下，我们也准备出发了。那行，那我们收拾准备出发。好，大哥准备出发了。是啊，有多保重啊你啊。好，不要舍不得我哦。会想你的，放心好了。好路上要注意安全哦。好的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来来来，我们抱一个吧。啊，来，注意安全啊。好，一定要保重啊。好，不要太想我啊。好，我们很快就见面了。好的，那你进去吧，下次带你去河南厦门玩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一定要保重啊。好，不要太想我啊。放心，不会想你的。走了啊。好，阿平回去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之间来开平这边有一个多月了。今天准备出发厦门，去我弟那边和他们相聚。到时候再从厦门再去河南老家，帮老爸老妈去收麦子。这广东火车站是人山人海呀，还是？现在准备换乘去厦门的动车，到处是人，车还没来呢，在等着验票。现在出发厦门，我们厦门见。我现在已经到那个厦门站了，刚才我弟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到了，现在我去找他去。现在老弟接到我了。老弟蛮帅的啊，箱子蛮大的啊。箱子还可以啊，箱子哈。
走，回家吃饭走。好的。这弟妹太给力了，哈哈，成鲍鱼。不给你饭吃的哦。啊？知道吗？哇，很好很好。没有饭吃的，连粥都不给你喝了。我要吃菜。给力给力啊，成鲍鱼，哇，这弟妹，哇，很给力很给力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。哇，这是烤鸭。哇。这是熏鸭。啊，熏鸭，这弟妹弟弟太给力了，太给力了。这什么情况？看这个猫子，看这个猫子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听我一下。啊？哇！烫！猪蹄，哇，也是我爱吃的。哇，弟弟太给力了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大哥，啊，你的专用碗？专用碗？这么大的，我们家没有这么大的碗，都吃不了这么多。是我比较能吃是吧？不是，你胃口比较好。胃口比较好，主要是阿青做饭做的比较好吃，知道吗？没有，那个阿弟做饭也好吃。哎，都好吃啊，他们两个都好吃。来，兄弟，干杯！干杯！阿青要不要来一个？我不要。不要是吧？阿青，干杯！我跟你讲啊，我都好多年没碰八加一了。是的，我知道。这是我你大哥来了，我这破例。开心是吧？来，来干了。等会这一杯倒了，我跟你讲。嗯，没事的，有我在呢啊，放心好了。多也是一杯，少也是一杯，反正就这一杯不喝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不喝了啊。嗯，来你来。